常见的狗狗的结石呢，一般都是草酸钙、磷酸钙、瓜氨酸还有磷酸铵镁盐类这样的尿路结石。那么导致这类结石的主要的一方面的原因有先天性的，就是它的这个，因为在如果说是同窝的话，有的很多进食是相同的，但是得这个疾病的几率是不同的。那么也根据它的自身有一定的关系，还有就是身体内的其他的关于下泌尿道疾病方面，引起的也会引起这些尿路结石。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膀胱炎导致膀胱壁上的细胞脱落，然后导致久而久之形成这种结石。